Hi, 大家好，我哋系 Warm， 呢个场地叫做宿鸟。今日咧，我哋嚟搞呢一个 Warm Nights。不过咧，今日系比较特别嘅，点解呢？就是、因为咧，我哋喺呢一个场地嘅第一次 Worship Night 呢一度搞，咁跟住Warm Nights 第一次都喺呢度。呢一个场咧都喺嚟紧五月一号正式就结业啦，系。咁所以我哋今次係呢一個場嘅最後一場 event， 係一個敬拜嘅晚會，係啊，用敬拜嚟完結就係、是、咁樣啦。咁可以俾大家睇下呢度啦。咁啊咧，今日咧見到一個新面孔啊！呢、這個就係 Loka， 咁啊 ，yeah， 你睇我哋一齊圍住訪問佢。你可唔可以介紹下自己先咧 ？Hello， 我係 Loka， 彈吉他嘅人類。今日一天 War Harmony 吉他手試用一天。OK， 試用。嗱，OK， 有咩搞緊咧？最近？期待緊今晚呢個敬拜聚會咯。最近都係。Okay.是啊，今晚哇，笨著即刻。咁啊，想問一下你。O K。我經過咗我哋嘅 rehearsal 之後，你覺得如何呢同 Warhammer 搞？好玩啊！我自己其實幾中意呢啲好長時間嘅敬拜，教會難啲做到呢樣嘢咯。係啦，咁所以都好中意呢啲時間嘅。咁喺呢度咧都彈吉他。都是敬拜緊咁樣，即係一齊敬拜咧，係、嗯。That's crazy 嘅、yeah? okay. yeah.。You know that? You know. 俾翻啲火佢先，唔該，可唔可以幫我 key 啲火 emoji 下邊啊？火。That's the man. Yeah. 真係，真係。你第一首聽 War Harmony 嘅歌係邊首啊？第一首係咩咧？第一首避難所咯，應該係嗰陣時係見到嗰個彈琴自彈自唱，哇！邊個嚟嘅呢個？唱歌唱到咁嘅，咁 Amen 嘅唱歌唱到。可以解釋 Amen 係咩 ？Amen 好重咯，係咯，係咯，好 Amen。聽到佢個人好 Amen， 唱到好 Amen， 好有共鳴啊！係啊。inspire 咗，原來唱歌可以咁喎。今日有冇咩新歌搞緊啊？最近呢、這個我哋新 set worship 就出咗耶和華沙龍，去對冚呢個耶和華你衰。唔係，本首歌叫沙龍㗎。你係對冚緊陳奕迅。咁梗係轉會啦，係咪先？係啊，就係唔想啲人 search 嘅時候，search 到咩沙龍。即刻訂個 run， 跟翻 War Harmony 改先。要我話沙龍。O K， 好嘢。大家記住聽啊。係啊，今日有嚟嘅都會聽到 War Harmony 演繹嘅版本。係喎，最期待就係Daniel G 揀咗呢個
嘢我話生嚟大。My recent favorite song。係。My recent favorite。嗯。寫得好好嘅隻歌，好被祝福。跟住我就係喺呢個 Stephen Worship 呢位負責人啊。Yeah。咁就係 Stephen Worship 嘅 album debut release show。嘅暖場嘅嘉賓 ，OK， 就係 Alistair。咁啊，跟住後來發現佢係 Loka 嘅學生嚟嘅喎，原來我就膽粗粗就問咗阿 Alistair， 嗰晚就即刻問佢：，哎，可唔可以攞嚟唱啊？咁樣樣。咁然之後，佢就好 generous 地就話：，哎，你可以攞去用啊。咁所以啊，好開心 ，yeah。好謙卑啊！真係，我哋講下興奮，哇！哇！咁啊，我哋即刻，係啊，親情。哎，最後一條啦，就係、是、咧，如果俾你改編一首 Ron Harmony 嘅歌，你會想改編邊一首咧？諗下，諗下，諗下先。大家直接聽成品，希望。OK OK， 賣個關子先。OK， 好啦，多謝 Loka 啊。Yeah， 我哋好開心今日可以同佢合作。Yeah， 我哋好開心今晚 Ron Harmony 嚟再一次揾到 Jackies 嚟同我哋彈 bass 啊！哇，上一次已經係2021，係咧，我以為係好。近嘅事係啦。一個問題先，新鮮觀，你覺得有咩有冇唔同啊？感覺即係2021年嗰陣時同我哋即係夾啦，又係同一個地方啦。係。咁有冇咩感覺？即係唔同。即係我覺得所有嘢係成熟咗啊！即係音樂啦，大家喺嗰、那個，因為我哋頭先 rehearsal 咗啦，咁樣咁，所以練歌嘅過程，我覺得都係好 professional。其實都幾特別嘅，因為上次我就第一次幫你彈啦。其實我係嗰日先認識呢個團隊嘅，即係我之前我係即係我依啲好接噶嘛咁。咁但係之後咧，即係完咗嗰次嘅聚會，咁我就開始同身邊嘅即係基督徒啦，可能啲學生啦，可能我啲 friend 啊咁樣講。跟住佢話：哇，原來你幫佢彈喎，即係有啲歌原來我平時教會都有唱開啊咁樣。咁原來你哋咁。popular 係啦，係啦，即係因為你講漫談咗，係我哋啲 MV 全部都有你。之後我就慢慢即係開始即係認識下你哋個團隊咁樣，即係我比較年紀比你哋大少少啦，咁樣係啦，咁所以即係可能我嘅即係基督徒圈子同你哋有啲唔同咁樣。係啦，咁我都好榮幸可以你哋都陪我呢啲咁樣嘅老嘢。Jackie， 我想知道有咩唔同嘅，即係你覺得喺即係兩種 A group 嘅服侍裏邊，你嘅角度。如果音樂上邊咧，我覺得就喺呢一度嗰個自由度大好多嘅，因為可能嗰個音樂嘅性質有啲唔同啦，即係之前合作開嘅唔同嘅團隊。或者可能即所謂上一個 generation 嘅敬拜音樂咧，都係比較複雜啲啦，即係好多 chord 啊，好係 melody 主導嗰種啲歌詞有啲深啊咁樣，同埋好多嘢好多形式上邊咧都係 follow 住一個 form 咁樣，係啦。咁變相咧就即嗰個自由度就相對細啲，好多時即玩嘅方式有啲唔同啦，即因為大家樂手嘅年紀唔同，即大家聽嘅嘢或者大家攞嘅嘢出嚟嗰樣嘢咧有啲唔同。咁喺呢一度咧，可能啲歌相對比較簡單啲啦，即喺 chord 啊、harmony 上面，敬拜嘅模式有少少唔同啦，即傾向我覺得係俾多啲自由度大家去 express 嗰、那個即對個信仰嘅領受啦咁樣。咁所以我覺得就即對於我嚟講咧，我就好似多啲做翻自己咁樣，係啦咁樣。咁當然即你哋俾空間我去試好多唔同嘅嘢啦。咁我覺得即音樂上邊會有呢個分別咯，係啦。咁啊而喺即喺個相處啊，或者喺嗰、那個屬靈層面咧，我覺得兩者其實都冇乜好大分別嘅，因為大家都係對。
嗰個侍奉嗰種專注力都係好高嘅，係啊，咁所以我呢個係好欣賞嘅。我哋今日喺呢一個地方，我哋買咗啲散水嘅餅乾，係買咗啲買啲散水嘅西餅，係其實就係咯。系呢一个咁好嘅地方，咁样，咁所以俾大家睇下啦。我哋个蛋糕喺度，今次嘅蛋糕系我哋揾咗 The Mick 嘅上次 Question Night 嘅时候赞助我哋。先試我哋咁嘅幫襯，係咁我哋都買咗啲蛋糕請佢哋嘅 staff 食啦。希望大家即係喺呢一個地方嘅最後一場 show 係開開心心咁樣。開心。Yeah.
網上面的朋友有否享受不到的樂趣呢？下次記得來是的，是的，貼翻500元給他就是這樣咯。 在 Sognio 這個地方最後一個 event、我們 last 一個在這裡的 Worship Night Warhammer Night 是的，回憶是的，還有汗水還有垃圾，好了，講到尾班車，是就是這樣了就是咁啦，好多谢 Luca 啦，亦都好多谢 Timothy 同埋 Jackies， 咁啊帮我哋今日一起搞呢一个 event， 咁啊就系咁啦，完啦。今天好满足啊，系啊，大家系咪享受唔到嗰种敬拜满足咧？下次 Worship Night 记得嚟啦，下次见大家，加入Warhammer会员，再见，拜拜。嗨，今天很想跟大家介绍这个是什么来的，噔噔，花，是什么花呢？它是会员花，会员花，是这样呢，我们现在每一季呢都会送一份礼物给原人，就是我们这些大会员，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季的礼物带给大家看。为什么会弄这个呢？就是因为我喜欢，所以我想送给姐。这个是我们会员 YouTube 是啊，他加入了五个月就是这个 icon。 这还有第二条，这条是三个月的 icon， 但是呢今次是没有弄这个的，如果我们有机会呢可能就弄它，就是这样。你是不是会带着它？我会啊，带着它，带着它。哇，好似 rapper 咁。如果大家真系中意咧，就尝试加入我哋嘅会员啦。我哋都唔会计你几时加入，我哋都会送嘅，即系呢个大嘅会员、猿人嘅会员啦。咁如果你想支持我哋咧，就加入原始人都 OK。咁你都可以参加我哋Warhammer Night 之后嘅活动嘅，咁样啦。咁啊，期待见到大家啦。多谢大家，下次见啦。Like、share、subscribe、bye。